这是什么呀？面呀，汤汁这么浑浊，这不是喂猪的吧？说出来呢，您可能不信，但这的确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发明。只是当时您没等到就……总之，如今啊，这个享誉全世界，您尝尝。餐具。啊，这个面呢，虽然汤汁很浑浊啊，但是有一阵奇香，面条也筋道，还可以。这样，帮我泡咖啡。我已经给您准备了比咖啡更好喝的东西。冰糖雪梨。啊，打开。我来吧。这么简单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不会？使劲。那个，直说。您能不能给我签个名呀？